宫本先生，要是能在大日本皇军的阵营当中给我谋一份差事的话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我这个要求不过分，我是拿命在拼，丧家之犬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。 今、彼は今過労死で安定しているだけだ。高熱が引かないか、また尋問でもされたら死は免れない。しかも百武と同体の傷跡は一生消えないだろう。少佐殿、犯人が見つかりました。後輩の陣さんです。何だと？ 静香，会长，会长，哟，你们俩怎么在一起了？什么时候喝喜酒啊？记得叫我啊。好的。哎，谢谢会长，谢谢你们了。谢我什么呀？谢谢您，让我们有地方吃。谢谢您，让我们有地方玩。<笑>下次记得带星仔过来玩。好嘞，会长，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，全香港。 很多大的帮会都撑不住了。现在，也只有咱们这儿还顺风顺水的。只要日本人不打到店门口，我们店能开一天是一天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红叔，会长，菜备的怎么样了？菜都备好了。好。另外，冷江蓝豹两个堂口的弟兄们多次袭扰百姓，我说过他们两次，不管用。一会儿在席上您点点他们。好，知道了。 这么胖了还吃？尝尝。冷江，会长，最近跟蓝豹怎么回事啊？会长，不好了，蓝道主被日本人抓走了。为什么呀？ 日本人真是太嚣张了！上一次虾仔被他们当街击杀，这回又抓了蓝豹，这不明摆着跟咱们星和会为敌吗？蓝豹纵容虾仔欺压百姓，趁火打劫，已经搞得天怒人怨，这极大的影响了我们星和会的声誉。就算那个叫叶冲的不宰了他，我静香也绝对不会放过他。 但这事情一码归一码，对吧？我们的人要罚也得我们自己罚。哟，我们没去找你们，你们倒自己找上门来了，好突然。 晋会长，感到突然的应该是我吧？你昨天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酒会上，我感到很好奇，所以想请你回趟军政厅，简单的了解一下情况。会长，你可不能去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到这儿来抓人？ 信不信我整死你了！表演。剑会长，我当然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。我今天既然单刀赴会。
那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你不希望这里发生流血事件，对吗？好啊，我本来还想单独会会呢，现在正好，我跟你们走。红叔，你去接小凤。会长，等我回来。吃饭。黄爷，我们怎么办？你们稍安勿躁，我去找小峰。少爷，门口有个年轻人说要见你。谁呀？姐夫，我姐被日本人带走了。在舞会上跟我跳舞的人是你吧？好眼力啊，这样也能认出我。